小犬台风来得很快，我们屏东县恒春半岛还有沿海空旷地区将有强阵风。基于过去几次台风陆树倒塌造成大规模停电，台风如果到达陆地的话，会带来较大的雨势，请公路的管理单位特别留意山区道路的状况，视状况来采取预防性的管制作为。那针对易容易致灾的道路、桥梁，还有易成孤岛的地区，要加强预制抢修的机具、人力、通讯设备，还有民生物资的准备，确保相关地区重要连外道路的一个顺畅。还是请各单位持续的落实办理，也请提醒我们第一线的人员，在执行抢修抢险工作的时候，务必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那大家就谨守岗位，严阵以待，务必要求我们能够安全的度过这次小犬台风的侵袭，大家一切平安，谢谢。